政府公布由今个月20日起进一步收紧获豁免到港检疫人士，包括机组人员、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换班船员和其他豁免人士的检测和隔离安排。所有抵港机组人员都需要接受检测代行。所有在过去21日曾经逗留中国以外地区但未曾逗留的 A 组指明地区机组人员，需要在检测完成之后在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机场酒店自我隔离，直至下一班航班。如果想离开机场范围，就需要先在指定检疫酒店自我隔离14日才可以进入社区，并在其后的7日内接受医学监测才可以再次执勤。而来港进行换班的离船货船船员，需要在抵港前72小时内拥有认可检测机构阴性病毒检测结果才可以离船，亦都需要好似其他入境人士咁喺指定候车处乘搭点对点嘅交通前往指定检疫酒店进行21日嘅强制检疫。